왜 복사! 와! 아! 아! 으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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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啊！ 伊的位置敢若有淡薄仔歪去，安尼无好翕相。大伯啊，你甲我斗相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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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别过来！我之前就刚刚才发布，我吴姓太杰逃走纠纷，我不被害你啊！你想都被抬我？宝贝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想都被抬我，不过我已经跟东军讲好，要受卡西酒啊！我绝对袂阁跟你真强解一切。啊，跟吴奇、跟我的关系，我马上放弃。我绝对袂阁跟你去啊！你两个姐妹好吗？我帮你不够了。红砖路顶一路好行。兄弟，我来选你，真正是我大师蝴蝶。这下去了了，三条钢水我都洗不清啊！马志敏，你别怕哦，真有胆识啊，拢有走约束行啊，无带一个人陪你做伙来。废话，莫讲遐尼多啊，这唔就是你想要滴的？你讲，你要安怎才肯把营业金头啊还我？无什么条件啦，只要你家己今日来，把这个金头啊抱转去就好啦。敢有这么简单？你放心啦，大卫来家只是来保护我的，绝对袂吸到你一个头毛的。你哦，只要付出一寡代价尔，今仔日你一定要把我迄条魂哦，还倒转来，我就让你抱盈盈的黄金刀离开这。江道生，你嘛真好笑，你这步已经伫个罗瑞安遐用过啊，就是无效，所以你的魂唔才会走来我家。不愿意回去，
伊甘愿留伫我家，这就好参像是撩妹仔囝，食骂袂听，食拍袂听，愈来愈不受教，伊就烂皮啊！江道成，你就莫无采工啊！这是我的代志，你唔免操烦啦。因为这我已经做了万全准备，而且我说了结界，我的魂为你身躯飞出来的时阵，是倒位拢飞袂出去，就干那会当乖乖的回来我的身上。搁会关紧闭哦，搁关会条，你都唔惊有啥物万一？无啥物万一这款代志啦，你莫伫遮啊唱衰。回来了，你这条我今仔是一定要收回来。啊，那无，你就在我背后甲我创空，入后脚，甚至去煽动，啊，佮影响我后生对我无认同，还有我其他的想法。父爱真伟大，看来你甘愿为着江英团放弃身上迄条魂，也毋过。这嘛代表你一世人拢会魂魄不全，做出遐尼大牺牲，你确定你承受会起？我欢喜做，甘愿受啦。你唔免在遐假好做出意见啦，搞个魂啦，现在才阁讲。三魂七魄归本体，急急独立人。快！快！快！阿姨，你莫惊，莫一定会来救你。莫想着这老妖怪危险。山无惊，海无惊，都无惊，在这只土瓦魂魄归本。跟安尼落去，我真正就站袂住啊！三魂七魄，定为我心。姜海勇，你带这么多来创啥？你无看到我当在处理要紧的代志是吗？江大师，你这老妖多，竟然敢对我下蛊啊！害我胎死蝴蝶，犯着杀你的重罪，然后所有公公现在拢不知。你拢想起来，这边哪有可能？当然有可能。你安尼是创啥？创啥？你敢不管歪果起刷，我当然唔爱甲你不管天翻地乱。你俩做我公开用是软卡下哦，古仔你食够够？你这死老妖，你早就想好啊，要甲所有责任都送我排。黑狗偷食，白狗食醉，你就想要用法术，甲代志杀个里里里。还看卖书下到底死囝，还拢无底讲，所以目睭金鱼人上当，准备去来了鬼仔死，你有够妖秀的，这就是你的诡计对不？那样呢？是想破解我的家里人啊？是，甚至连我拢无感觉到，这道符啊已经向化解掉啊！看起来背后这人的功力不在我之下。你是准备冲啥？这汽油呢？那是无食较重咸的，你身躯顶迄条，我就要飞去啊！你看，我有大事无？原来恁两个早就串通好，原来是给我啊！冰哥，
你搁摇着啊？奖品就是。江德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你就是我甲万世利共同的敌人。阮的合作有啥好奇怪？万世利，你想要创啥？我无时间应付你。咱两个当合作啊！我做你，予伊无体好，你就伫边卖好，等好时机再搁出手，这绝对比你硬拄硬，搁较有机会抓到这个老妖怪。在你的副官过来，才会当破解这个老妖怪的法术。算我万幸命，欠你一个人情。不免甲他说多谢啦。嘛好佳哉，你甲江多情治疗的，让伊分心，我才会当这么顺利，甲控制掉的。江开勇，你真正是人坎坎唔行，鬼坎坷坷行。你相信这小查某？万幸命的话，敢做对头，以后你一定后悔。是要后悔啥？伊敢那会后悔，无较早跟我联手，把你这个老妖怪收起来。江多祥这个老妖怪就交予你处理啊，看你是要家己用钱的、用真的，还是要家己做翁仔家，拢由在你。只是爱先摕到伊后手的证据。再用哪啦？永世不见。江道生，杨开勇只是前菜，也算讲你有栽条准过，后边也阁有好戏在等你。杨开勇啊，你是不能相信那个小查某万千米的话呢？是啦是啦是啦，我是对你做试试啦，发誓尔。我的目的嘛是为着要让本性来做，甲当一试试尔，哪有可能有啥证据在手头呢？你敢老实讲，你就是只牛仔精。但是我唔知哦，你办项代志，拢会留一部后期。安怎？你甲我当作念头，还是白死？我啥物拢唔知。你啥？才恁真一样啊！咱是白做伙拍呢呢，我哪有可能对你有啥物心思啦？你莫叫万金庙塞弄去啦！你是只阴阵狗！你讲你无传便便，无老后手，鬼啥物相信啊？江家勇，你莫胡白来哦！安怎？别讲也唔讲！你敢偷翕害死蝴蝶的证据放在多？你想我卖甲定死哦？若无，就卖怪我无客气啊！水火无情，卖怪兄弟，我甲你提醒。先讲规矩，然后再来做 BBQ。你等下，我讲，阿姆哥，你先甲我带离开家，我再甲你想要滴的证据提给你。你先甲我讲。辛苦得多。在办公室的保养修内面，咱做伙来去，因为刚才我知影保养修的密码。你真正无甲骗我？我讲是真实的，我骗你是要创啥？你想法莫甲假鬼假怪，若无我绝对袂帮你刷。你只要对我做，其他人留在家处理。是。